哦，十一不舒服啊，小事情。小事情啊。可能吃了那些止痛药，影响睡眠质量，嗯，就不停的出汗，然后就发一些发梦。反正就一直不开心，或者很烦，或者胃结石超的焦虑也是一个问题。这个我想听听能理解他为啥焦虑是吧？有时候一件事情反反复焦虑，都可能知道，这也是导致你。还有就是有吃油腻食物，就是饮食上是个，饮食上可能在20%-30%吧，情绪上在70%，然后锻炼，不要睡觉熬夜，在阳光借阳光，阳光让自己越来越阳光，锻炼。健身，在空气阳光里，不是在健身房，在阳光底下散步、唱歌、跳舞，开心、欢唱，就是那样，让自己变成一个孩子，不要装成一个孩子，让自己真的心从心里笑，微笑，咋说就气脉。比如说我自己假如说打坐，你经常会看到自己就像一个圆圆的，就像你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境界，你就像个球体一样的，你是360度看东西的周围，然后你通过这个模拟珠，你会看到三界六道，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模拟珠上，我是把这个叫模拟珠，它是个透明的东西，就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说你的身体会变成这样一个像个球体一样的，你会透这个上边有斑点，就是有黑点，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或者它就是你的气脉的东西，或者红的、黑的、污的、脏的，你只要敢说定义那个黑的是脏的，那个是邪的，那个是恶的，你只要把你看到的给它定义，其实它都是有图像倾斜的。你只要定义了这个世界，一定发现了邪的、恶的，一定会在你的世界发现这些东西。他也平时可能那个人挺好，一到你这儿就邪了，一到你那就饿了，或者是甚至你总是你身边就会聚集这些东西，就是你的世界就会出现这些东西。你如果不能坐在这儿，假如你打坐，这个球就在这儿，红的、黑的、病的、健康的、冒气的、不冒气的，就是反正这个球上折腾。你坐在这儿如如不动，你发现就是有时候你发现里边是黑点，你看刚开始看起来是个黑斑，但是你如如不动，你不定义它，慢慢这个黑色的，你看着是很硬的一个黑斑，这个黑斑慢慢，变成一个就像乌云一样虚无的黑，也是黑的，但是虚无的，慢慢这个黑的就变成白的，白的也有问题，慢慢这个白的也消失了，慢慢你会突然发现有一天。这个黑斑就是个空，啥也没有，是你定义出来了这块有个黑，当这块突然变成虚无的时候，你那个那这块的气脉就转了，然后你这块气脉转了，你突然发现因为这个定义产生的在这个世界的认知角度，你突然发现以前比如说看见他做的某件事你特烦，他一说话一说那句话你就烦，突然发现你不烦了，你不烦，而且你也是觉得你不对，你还是这样的，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但是你心里边不烦，很清净，很欢喜，你不烦，但是你仍然会说你不错了，你就是说就是你还在人道，你教育孩子或者叫你就是你那个气脉里边这关于这一块的那个气脉转了，但是你也不能说我气脉里边那个黑斑就是它，不是，不能这样定义，是你这块进化了以后，你突然对某一粒事你不烦了，你会发现每一个东西都是你认知，就是就像我刚开始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转的时候，比如血液里边，或者你会发现里边有就像黑色的煤一样的沙点，你刚开始你假如你有天眼看到它就像煤炭一样的黑沙子，你会觉得如果你用人道的眼睛看吧，你就会觉得这个沙子，因为你坐在这儿吧，你会这个沙子这怎么样能把它化掉呢，你就会想办法把那个，因为它是个就像那墨垢很沉淀的那个沙子，你说我要不要吃点药啊？我要，这都是人类的看法了，沙子吧，就是你觉得不净，但是你只要按传统的方式，你坐在那儿不动，你看那个沙子就变成一个若有若无的投影，就像有一道投影投射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沙子，就像一个3D 啊4D 那种投射出一个沙子来，那个沙子很真实在那个光影里边，但是它就不是，就是个投影。
然后当你发现这是个投影的时候，它一般都会消失。但是从沙子变成投影，但是用人类的角度，我一定要净化它，我要把那个沙子去掉，沉淀净化。但是佛学那个就是你看见那个沙子，你动都不动，你都不旁观它的，你只是看见了它在那儿，你既不看它，也不你不思维它的，不是说我要旁观它，旁观它你已经看着它，你看它干啥呢？它就是个假象，你不理它。然后但是你能看见吗？你本能的看见了吗？然后这个沙子在那儿，你如如不动还修你的，然后沙子慢慢慢慢慢就变得那个投影就消失了。然后你就知道哦，人类的所有之间都是自作自受。你认为那是个沙子，所以你要转这个沙子，你认为那是个烦恼，所以你要转这个烦恼，其实你等几秒钟它就不在了。哎，就是经常在禅定里面你会看到自己身心气脉的这种东西，因为那些气脉它不是以善恶啊道德，它是以这种，它是以就像你会看到气脉脉道里边有火大啊风大啊，就是这种暖啊是热啊，发炎了你会看到这块发炎了，这块怎么了，你会看到沙子啊陶冶啊，这些所有的定义认知都有问题。当然我是用天眼看的，那天眼也有问题，天眼也会定义啊，天眼也会定义到，因为你没有天眼你看不见嘛，天眼也会，天眼也是虚妄的嘛，你定义的东西也错啊，是吧，你也不是真理。所以这个，但是呢，那你但是我用天眼看，比如你在人道，你执着了人道的东西，那我用天眼看到你的血里有沙子，但是你是转不了的，我是举例的，如果你转不了，那我就给你吃药，给你让它沉淀或者让它化掉，是不是，因为你我知道你转不了它。但是如果你有禅定力，你在禅定里边，你说我老师我能够如如不动的八个小时，我能把那个沙子转成个投影 OK 啊，不用吃药了，直接办法由心造，转心就行了，你就这样治病就可以了，吃什么药。但是你转不了，你死死的认为你是物质的，那你血粘稠啊血粘多你都得吃药，那就用西医中医来看了，就是这样。还有你们就是大家觉得哎，这个人的怎样那个人怎样的这种，甚至说杀盗淫妄这种事情，你要说看见杀盗淫妄很讨厌，你真的你看看你的气脉里边一定是有染污，就是那种染污根本就不是染污，是你认为有问题。如果不断的坐在那儿，他转了以后，这个世界杀盗淫妄仍然存在，你会很清静很平静的清风明月的看着杀盗淫妄，看着这些东西，然后告诉他你有因果的，是吧。如果你真的转完你回到人世间，你一定知道勿以善小而不为，一定很看重那个因，那个发心，那个因非常重要，因为果马上就在后边，你只要在人力的范畴，你一定在因果里边被控制，除非你在空性里边，你回归空性了，你回归空性了，你做什么，那你就是你也知道还在因果里边，但是坦然面对果，你才能坦然面对果，因为做因的时候你就知道果在那等你，你不怕，否则你怎么会做，因为你可以选择不做了，因为只有在活在空性里解脱的人，他才能选择做或者不做，否则你只被业力催着，你能选择吗？你没有办法选择，你能不轮回吗？你不能。而住在空性里他可以选择不轮回，他可以选择不来或者来，他可以选择去这儿去那儿，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你不能，你现在选择不了，所以需要药物啊助缘啊各种帮助，但始终所有的毒还不是自己因果造的吗？还不是你的起心动念一念无明产生的吗？你认成沙子了，那沙子就在你血液堵住你血管，还不是一念无明吗？佛说那就叫无明，你以为是啥，但是人家认成投影的就比你更近了一步，人家就可以化掉，你这个沙子就很难化，是吧。空性是说这是清净的，空性连沙子也看不见，佛也看世界清净的，人家没有业报，所以眼睛不会有沙子，你眼睛花了吧，是吧。天也负责肉也天也，这些都有遗憾嘛，都有缺失，都有业报嘛，带着业报你看到你的气脉看外界都有问题，都是五浊恶事，你的气脉也是浊的，我们的气脉你会如果有业报的，也就是天也看我们的气脉脏乱不堪，脏死了，真的是脏的哪能说是，就是阿难说的佛的光是紫金光，就我们是父母所生啊，供血啊，就是那种父母省的那种，就是父精母血
臭秽不堪，天也看的，啊，路也看。你有什么眼看你的父亲母亲，这是很重要。用空性的眼看就不一样，那你用天眼看也还更脏，你这个眼肉眼还看不见，天眼看更脏，天眼看啥也脏，是吧？就是不同的眼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嘛。到底是脏还是不脏，我觉得也没什么脏还是不脏。我们看这个苹果很干净，我们拿起来就会咬，知道吧？对吧？所有的人力都看很干净，天人看你就脏死了，也脏死了，对吧？你有时候，我有天拿他学的眼睛看了一下地上那些东西，有时候开玩嘛。哎，我说他学为什么找垃圾啊，是吧？他学的眼，我就，但有时候可以移动的。你拿他的眼睛看，他看见地上那个脏脏的东西，你就觉得那是个垃圾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眼睛是变的，他的眼睛看见那个东西在放光。没有垃圾啊，就像我们看见这个东西啊，上面不脏啊，没有脏东西啊，而我你看见那个垃圾上垢秽不堪啊，但他学看的没有啊，他学看那个东西就放光啊，在诱惑他，他就咬一咬啊，吃了嘛，每个是吧？没有，因为他的在对脏的认知上有很大的局限，但他学看某些东西是脏的，但有些东西不脏啊。他对脏乱的定义不同，脏的定义不同，我们就认为这上面眼睛看不见的就可以了嘛，是吧？也许他学是用鼻子闻的，味道不对就不吃，知道吧？那叫脏，他就是他不认为那个眼睛看的都是放光的垃圾，那就是看怎么定义这个脏嘛，是吧？天人反正看我们吃啥也脏。啊，脏死了，脏死了！不能，这人类太脏了，垢秽不堪嘛。人身上的气太难闻了，你撒上香水，你撒啥也没用，更不难闻。你撒什么？你臭吧，还撒上香水，还想掩盖住那点臭？你这个是吧？哎，说啥了？你说这？气脉跟外啊，气脉的问题，所以气脉会影响我们的见闻觉知的。老实说，影响到我们的见闻觉知。感觉都是与气脉有关，你感觉怎么样怎么样，只有你回到空性，这个空性你才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戒可以不戒，哎，你甚至你睁着眼你都可以不戒，你不要以为是无视，你可以不戒的，是吧？会影响的，转化气脉先转化心性啊，是吧？有一天你会觉得你哪有什么气脉可转，你只是随着你心性的圆满什么都搞定，是吧？对，你转心就得转气，心气是不二的，但气最后跟形也是不二的。气开始我们是有个气脉之说嘛，气脉转了，脏气慢慢身体都会转，只是需要时间。